在希伯来书的七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就述说耶稣基督与亚伦的比较。那么他是根据这个教义上来比较。那么其中提到为什么神要以耶稣基督以麦基洗德的等次做永远的大祭司，而废掉了亚伦以及他后裔做大祭司的这个犹太教的宗教祭祀系统呢？这个七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就说他的第三个原因。第三个原因是神不能违背他自己的誓言。我们来看经文第二十节，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誓力的，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起誓力的，只有耶稣是起誓力的，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第二十二节，既是起誓力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亚伦后裔的大祭司的系统是根据肉体的条例，这是记载在七章十六节，而耶稣基督作为大祭司却是根据神自己所起的誓。这个原文呢，可以看出来是 The Lord swore and will not repent， 这个神发誓了而且不会改变他的心意。亚伦和他的后裔做大祭司呢，可以废掉，可以过去，但是照着麦基洗德为大祭司的耶稣呢，却永远不会过去，是一直永远存在的大祭司的职务。神不但建立了这个新的祭司职务，而且呢，神很让我们惊奇的，而且很独特的方式来证实他。怎么样证实？是用启示的方式来坚定耶稣基督是以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作为大祭司。这个人通常启示的原因是为了表示他所说的话是真实的用启示来使他人相信他说的话是可信的。那么神却不需要如此，因为神不可能说出令人不信的话。所以在这里，如果神用启示来对耶稣说，那么这件事情呢，表示呢，这个神立耶稣基督为麦基洗德的等次的大祭司呢，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特殊，而且有无比重要性的一件事情。所以，神也启示表示，这件事情是永远不会改变的。第二十二节，既是启示力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更美之约的中保，英文是 Jesus is the surety of a better covenant。 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约字，这个约呢，基本上的意思就是两个人订立了一个合约。那么合约定下来之后呢，双方面都要履行合约的义务。当神与以色列人订旧约的时候，在出埃及记二十四章第七节，我们看到经文这样记载，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第
八节，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所以旧约的是立在这个要遵行律法这个责任之上。那么事实上以色列人常常的违背了律法的要求，所以呢就需要祭司来献上祭，来祭祀，献上祭物来遮盖他们的罪。那在这里呢，耶稣基督是一个更好的约，一个新的约的这个中保。这两个约有什么不同呢？不同之处在于，旧约是根据在律法，而且是根据在公义，而且是根据在顺从，而新约呢却是完全的根据在爱和耶稣基督完全的牺牲这件事情之上。在旧约的这个约之上呢，人来到神的面前的条件是顺服，那么在新约，那么来到神的面前呢，却根据是完全是根据在神的爱欢迎他的子民来到他的面前，这两个是截然不同的。这个旧约呢是根据在人所做到的事情，新约呢却是完全根据在神的爱。当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耶稣基督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他的意思是什么？那么希腊文这个中保这个字呢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字，中保呢就是一个保证人的意思。它是比方在保罗向腓利门保证阿尼西姆，这个是记载在腓利门书十七节和十八节，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所以保罗在这里呢替阿尼西姆向腓利门保证。此外在创世纪四十三章第一节到十四节提到呢，犹大愿意作为便雅悯的保证保证他的平安的回到他父亲的家。您可以去看看这个事迹。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基本上就是说你如何知道旧约已经没有效废除了呢？作为神的朋友，现在不是依靠在我们做什么，而是仅只依靠在神的爱会欢迎我们。我们怎么知道是这样呢？答案是在于耶稣基督保证这件事情是这样的。耶稣基督保证了神的爱，耶稣基督保证神应许他的爱会来到我们，只要我们相信他的话。那么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说，就是我们必须相信，当我们看到耶稣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的爱和他的慈悲怜悯的时候呢，神就是这样的。神将亚伦作为大祭司的这个系统废掉，而建立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的原因呢，第四个原因是记载在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这个原因就是这个和他的后裔做大祭司以及利未人做祭司呢，都会
因着他们死而停止了祭司的职分，也就是说他们都会死的。那么死了以后呢，就更换新的祭司了。好的，现在我们来看经文23节。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25节，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这个旧约的大祭司还有祭司是很多的，因为他们会死。那么这一位呢，只有这一位是永远长存的，耶稣基督担任祭司的职任呢，就长久不更换。这个不更换这个字呢，是一个很有趣的意思，很难翻译。它代表着一个意思，就是说永远都是有效的，永远都是不可更改的，而且是不可转移的。这个通常在当时呢，这个字是写在一个契约的最后表示这个契约是不能更换。所以耶稣基督作为大祭司呢，他的这个大祭司的职任呢，就长久不更换的，因为耶稣基督是永远的活着为他的子民祈求，这是记载在7章25节。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这个拯救到底的意思就是完全的拯救，而且永远的拯救的意思。这个长远活着这个字呢，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希腊文，这个英文是 remain forever。 这个 remain 的意思呢，它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的意思是说它是 remain in office， 就是耶稣基督一直是担任这个职位的。那么第二个意思呢，是说他永远都保持着这个仆人的这个能力，他是保持着为他们祈求这项服侍他们的这个能力。这是耶稣基督拯救相信他的人的方法。在永恒中的耶稣和在他在地上的时候是一样的，他在地上的时候呢，他拯救相信他的人，他给他们生命。那么在天堂呢，他也是为他们祈求。他在地上的时候是为他们活，为他们死了。那么他在天上的时候呢，也是为他们向天父祈求。因为他是永远的大祭司，所以呢，他使得相信他的人来到神的面前，成为神的朋友。这门大门呢，是永远的开着的。他是一个人类永远的这个服侍相信他的人的。所以在7章呢，他主要是讨论这个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大祭司是什么意思。在7章1到10节，他讨论从历史上的观点来讨论麦基洗德的等次和亚伯拉罕的关系，来讨论麦基洗德是大祭司的意义。第二部分呢，他是根据这个教义上来讨论，将耶稣与亚伦来做比较，来界定，来讨论以麦基洗德的等次为大祭司是什么意思。第三部分呢，他就用这个实用上，实际上呢，实际上
实用上耶稣和相信他的人之间的这个关系来讨论以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大祭司是什么含义。这是记载在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我们先把经文念一遍。第二十六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沾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二十七节，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二十八节，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亚伦和利未人的祭司系统永远没办法满足任何一个人的需要，但是耶稣基督作为大祭司呢，就完全的满足了我们的需要。这就是在二十六节所记载原是与我们合宜的这个意思。他很适合于我们，他满足了我们的需要，而且完全的满足的。在二十六节前面所说耶稣基督圣洁无邪恶无沾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主要的重点是说耶稣基督是没有罪的，因为他没有罪呢，他是完全的，所以他就可以实行一个为他指明实行一个完全的祭司的职分。但是呢，二十七节我们看到旧约的这些祭司和大祭司他们本身就有罪所以他们不能服侍这个信徒，时常呢他们却滥用了他们祭司的权柄。那么这件事情在耶稣基督身上是对他的子民来说呢是永远不会这样的，他从来不会滥用他的权柄。这个二十六节说像这样圣洁，那么圣洁这个字呢在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七节和十三章三十五节是用来形容耶稣，在启示录十五章四节和十六章五节是用来指着主，那么在提多书一章十八节呢是指着这个监督，那么在提摩太前书二章十八节呢是指着男人祷告的时候举起圣洁的手这件事。这些字呢都表达了有分开的意思，但是所有的这些用途呢它都有一个特别的概念，它经常是形容一个人呢他很忠实的而且很确实的执行了他对神的这个职任。他指的是一个人执行神对他的职任的时候他的那种忠心和尽职。他倒不见得是指这个他在人前所表现的这个忠心或者是尽职。在这里所用的圣洁这个字呢是所有的良善之中的最高等的良善，这种良善呢是在神的眼中看来是良善的那种良善。二十六节说耶稣基督是无邪恶的，这个字呢它在希腊文的表达是说这个人呢他是从
罪恶中洗清了，以至于呢，在他里面呢，没有啊任何事情会使他去对人啊作恶，或者是啊损害于人，只有对人啊行善。所以这里用的无邪恶是这个意思，他从来不会伤害任何人。在十六节用的这个无沾污这个字呢，是希腊文形容一个人他没有任何的瑕疵或者是玷污，以至于他能够亲近于神。在旧约中呢，有玷污瑕疵的祭物呢，也是不适用于作为献祭的祭物的。那么十六节说远离罪人，这个远离罪人呢，英文是 different from sinner， 并不表示说耶稣不是一个人，他乃是说耶稣作为一个人，他经过人所有的试探，但是他从来没有陷于试探之中，而且胜过所有试探，在无罪的状况下从试探中出来。所以说耶稣基督远离罪人，指的是说虽然他是一个人，但是呢他是一个真正的人，是一个人可以达到最高最善没有罪的这种情况的一个人。所以他是远离所有的罪人的，与所有的罪人是不同的。十六节说耶稣基督是高过诸天的，英文是 Jesus was made higher than the heavens， heavens 是复数。这个高过诸天的，他是说这个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还有耶稣基督被高举，是高举到所有之诸天之上。所以在前面说耶稣基督是远离罪人，指的是说耶稣基督的完全的人性，在这里说耶稣基督高过诸天，是指耶稣基督完全的神性。所以二十六节呢是这样说，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沾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耶稣基督作为大祭司对我们是完全的适合，而且呢满足，完全的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的大祭司。那么在二十七节他就说到这个旧约的这个祭司呢，大祭司他们都要为自己的罪献祭这件事情啊，这个事情呢在旧约中呢有记载，尤其是在赎罪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大祭司呢他在这一天他的工作是他最重要执行他职务的这个时间，但是呢在这一天呢大祭司呢先要为他自己的罪献上赎罪祭。在二十七节说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所以这一点呢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举出了这个一件事情，就是说献祭呢第一必须有祭司，第二必须有祭物。那么在这里因为他一次只将自己献上，表示说耶稣基督他本身他献祭了，他是献祭的大祭司。第二呢他自己就是那所献上的祭物。在二十六节说耶稣基督是一个完全的大祭司。那么在二十七节呢他就说耶稣基督不但是一个完全的大祭司，他献上他自己作为祭物的时候呢，他是献上一个
完全的祭物，因为他自己不犯罪，他不像旧约的祭司要为自己的罪献上赎罪祭，才为百姓的罪献祭。所以在二十七节后半段说，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也就是说献祭这件事情呢就完成了，这个献祭的事呢就完美的达成，而且永远的完美达成。二十八节，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那么旧约的大祭司呢是律法所立的，而且是软弱的人，他有犯罪，但是耶稣基督呢是启示立的，他乃是神启示立他儿子为大祭司。那么这个大祭司的设立呢就乃是成全到永远，神乃是立他的儿子永远的为大祭司的。我们有这么样一个卓越的大祭司，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劝勉希伯来受信的基督徒为什么要回到旧约的这个大祭司的这个立法系统之中。我们的新的大祭司，神所立的儿子，以麦基洗德的等次所做的大祭司我们应该让他来做我们的祭司。好的，现在第七章就全部的讲完了，我们在后面会继续的讲希伯来书第八章。希伯来书的第八章呢是说明了耶稣基督建立了一个更好的约。第七章说耶稣基督比旧约的亚伦的大祭司呢是一个更卓越的大祭司。那么第八章呢，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耶稣基督作为大祭司呢是根据在一个比旧约更好的新约的之上来做大祭司。我们现在来看第八章，我先把第八章的经文念一遍。第一节，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和祭物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必须有所献的。第四节，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上帝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第六节，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所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的应许立的。第七节，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第四节，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
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在第七章，我们谈到耶稣基督是神的这个卓越，更卓越的这个祭司，是远超过亚伦为祭司的这个阶层的。那么，有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减低耶稣基督的这个卓越性呢？是没有的。这就是呢，我们在第八章所要讨论的，因为耶稣基督他是根据在一个更好的约之条件上基础上来做他的工作，来做他大祭司的工作的。希伯来书的作者提出了三项证据来说出这个约呢，耶稣基督的这个做祭司所根据的这个新约呢是更卓越的。第一个这个证据呢，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是一个更卓越的大祭司，这是记载在希伯来书八章一到二节。第一节，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至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那么这个他就在八章一节的下一个总结。这个总结呢是符合逻辑的，因为一个卓越的超越的大祭司呢，绝对不可能在一个比较劣等的或者是比较低级的这个约之上来作为根据来做他的工作的，做他执事的工作。这个第一节说，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他的这个英文和原文的意思呢是说，我把我前面所讲的第七章所讲的，我来做一个总结的意思。在八章一节的后半段，他说，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这就是总结在七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八节所形容的耶稣这个大祭司的这个尊贵的这个地位和他的无瑕疵这个的这种品格和品质。什么？第八章第一节说，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这里说是坐在这个就是说耶稣基督他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在旧约的这个帐幕或是圣殿中呢，这个大祭司或是祭司的工作呢是从来没有做不完的。那么每一次这个他们献上祭物的时候呢，只是提醒没有任何的这个祭物呢能够提供一个救恩是完成了的救恩的。那么这个献祭的祭物的血呢，并不能把罪洗干净的，也不能把这个有罪疚的这个良心呢使它清洁。这个旧约的祭物呢的血呢，只是遮盖了罪，直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为世人的罪钉死在
上的时候，才完成了这个除罪和洗清良心上的罪疚的这个工作。所以这里说，耶稣基督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那么这个坐在表示说他的这个献祭的工作已经完成了。那么这就是在实现了旧约诗篇110篇第一节所说的，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这个旧约的以色列的这个祭司呢，从来没有坐下来，他们在服侍的时候都是站立着，而且他们也不是坐像耶稣基督坐在一个宝座上，这个只有照着麦基洗德的等式作为大祭司的，才能够坐在掌权的宝座上，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的。那么在以弗所说1章20节到23节和腓立比书2章5到11节都记载了耶稣基督献祭的这个最高的这个地位。所以在8章1节也说耶稣基督呢是坐在天上至大者的宝座的右边，他是有最崇高的这个地位。那么根据这些呢，我们可以说这个8章1节他总结7章所说的呢，我们可以很逻辑的很有这个逻辑的就下到一个结论，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工作呢，必定是根据在一个更卓越的约之上。因为这个旧约呢，它是不完全的，它不能改变人的心，而且呢旧约的工作呢是暂时遮盖罪，它并不是对罪有什么完成，能够完成洗净罪，在这方面是完全什么都没有做到的。那么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卓越的祭司，麦基洗德等称为大祭司，他就不能够根据在旧约的这个不完全的约的这个根据上来做祭司，他必定是根据在一个更卓越的新约的基础上来做他的祭司的。这就是8章1到2节所要论述的。那么在8章3到5节呢，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提到，耶稣基督是在一个更好的地方、更美的地方来执行他祭司的工作的。我们来看经文3节，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使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上帝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那么不论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在帐幕之中，或者是他们建成了圣殿之后，都有些摆设或是一些这个物件，那么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在希伯来书的作者写信给希伯来书的基督徒的时候呢，这个旧约的圣殿还是没有毁掉，那么这些基督徒他们怎么知道耶稣基督是在一个圣殿中来做他大祭司的工作呢？这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所要说的。我们会在下面一段